7月29日，在巴黎奥运会射击男子十米气步枪决赛中，中国选手申利豪夺得冠军，并打破奥运会纪录。当天在江苏省张家港市，申利豪家人全程收看了比赛直播。随着最后一轮比分出现在大屏幕上，申利豪的亲朋好友纷纷起身为申利豪喝彩，申利豪的父母也拥抱欢呼，为儿子再夺一金自豪不已。激动，激动，冠军！哇，脑子一片空白。很激动，很开心，等着他归来，为他骄傲，为他骄傲。举枪、瞄准、激发，每一个环节，现场都响起雷鸣般的掌声。上军完后，我们家人很开心，很激动。申利豪引以为豪，我高兴得不得了。前一天我都没有睡好觉。都说金牌是练出来的，而在这一份荣耀的背后，是申利豪无数次的拼搏和坚持。这是不容易的，这是张家港精神激励他，这个必须向上，年轻人，希望他接下来继续保持，还要打破自己的记录。